Hit FM 联播网，北部 FM 107.7，台北之音广播电台，中部 FM 91.5，中台湾广播电台，南部 FM 90.1，高屏广播电台，宜兰 FM 97.1，中山广播电台。Hit FM。只想听音乐。音乐新指标，全世界华人都在听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第十二名。刚才第十四名跟第十三名是两首感觉起来反差蛮大的歌曲，本周第十二名则是见识到青春无敌的年轻力量，这是呢 TFBOYS 呢带来进榜第四名，本周第十二名，剩下的剩下。剩下的时间能不能变心？